野分队于今日16:27接获亲子中心派遣车祸救护，到达现场为两台小客车发生擦撞，一台小客车冲进田里。本所接获报案，于2013年3月5日下午4:17，在苗栗县苑里镇新富三路与新富十八路口有交通事故。经了解，是一名黄姓男子驾驶银色自小客车，沿新富十八路西往东方向行驶，与一名郑姓女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，沿新富三路南往北方向行驶，双方行至闪光炮置路口时发生碰撞，白色自小客车因而坠落路旁水田。双方驾驶人均受伤送医，所幸无生命危险，双方驾驶人酒测值均为零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。警方呼吁民众驾驶车辆务必遵守交通规则，遇路口减速慢行及观察左右来车，并遵守交通号志指示行驶，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等安全。